有请洪峰，他来自塞尔维亚。And in the red corner from Serbia, introducing Nikola Cimeša, Roni Junior.洪峰选手来自塞尔维亚的尼古拉斯梅萨，年龄24岁，身高176公分，体重70公斤，战绩30战24胜6负，11次 KO 对手。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里卡多年龄25岁，尼古拉年龄24岁，体重同样是70公斤。里卡多·鲁伊兹身高178公分，尼古拉身高176公分。蓝方选手25岁的路易斯 ，WBC 泰拳洲际冠军，职业出战35战27胜，9次 KO 对手。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178 centimeters tall, age 25. His record, 35 fights, 27 wins, 8 losses, and 9 times won by the way of knockout. Representing Team Challenge Productions, Palacanto Azul do Portugal, Benviendo Ricardo Luiz.红方选手24岁，身高1米76，职业出战30战24胜，11次 KO 对手。And now com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76 centimeters tall, age 24, his record 35, 24 wins, 6 losses, 11 times won by the way of knockout. Fighting tonight out of Ronnie Carnage Global Team, representing Serbia, introducing Nikola Cimeša, Ronnie Jr. 有请场上裁判毛景宇。Okay, this is Kunlun fight, kickboxing, 3 rounds, 3 minutes. No hip, no elbow, no clinch, and no takedown. Okay? Touch glove. Good luck. 王尔蒙，你现在收看的是昆仑决2017年诸神之战资格赛第四小组的另外一组的半决赛。我是现场解说昆仑决亚维，我是董江涛。这两个人谁获胜，谁将对决率先晋级的吴雪松啊？我们看看这两个人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从刚才尼古拉的出场这种行礼方式啊，应该是空手道出身啊，跻身空手道，我们看他的行礼方式。是的，双方的这个抱拳呀、拳架的风格相近，上来还是以拳法进攻为主。里卡多，我们看到资料可能打泰拳比较多一些啊，但是到现在开始，我觉得尼古拉整个的这种节奏感觉还是整个动作的感觉还是不错。对，漂亮。上下结合得非常不错，对，典型的欧系选手那样的拳腿组合。是的，但我们看啊，里卡多出了两个动作，嗯，还是拳是拳，腿是腿，对，也可能是打体系确实不太一样啊。对，现在在动作输出量上，尼古拉是很多呀、啊，要高于很多对手。我们看尼古拉这个步子呀，也相当灵活。嗯，对。他在后撤的时候，并不会直线的后退，而是往这个侧方，里卡多的侧方移动。对。我想看一下尼古拉后背纹的两个中文字是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选手去在身上做这种塔图啊，做中国的文字啊。说明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对世界的输出啊越来越多。对，正在全球化。包
包括我们昆仑决也是属于我们中国文化，就搏击文化也一种向世界展示这个平台。漂亮。我觉得尼古拉的整个的风格却特别像荷兰系选手的这种风格。纯粹的这种比较踢拳范儿的。嗯，对。我们看现在里卡多到现在没有做出太多的进攻。好，对，一轮那个组合拳法。尼古拉的这个风格让我有点想起安迪苏瓦的这种感觉。对。双手啊抱得很紧。对，有点那个影子啊，包括他整个的动作的这种输出迹象。其实里卡多的整个的防护也还是不错。看里卡多现在基本上就是，反正你尼古拉出什么动作，我就是双手抱头，我就防守很紧，然后生的拱进去去给你做这个距离拉近了，我再卯足劲儿去发力。啊，两个人这个现在动作都慢慢的节奏啊，动作输出都慢慢的加快了。是的。看到很多这种欧系的选手，尤其是在这种防护的时候，两人在中间距离的时候都不会很慌张啊，而且顶得很，双手抱头顶得非常接近。对，确实是发力的话，而且没拳没腿都发得非常力道攒得非常足。对，所以很多年轻选手会面临这个问题，在比如说我在防守的时候，对手慢慢顶过来的时候，他心里先发慌，我不知道是来打什么样的动作呢，还是我等着防守呢。其实我们看欧系选手，他们就诠释得很好，两人在中间距离在防守的时候，其实眼睛一直在盯着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非常直接，非常公正的，这个就是双方就是非常实打实的这种对抗。对，确实是，而且第一局后半段的时候，整个的节奏特别的快。观众朋友们，您在收看我们的比赛同时，可以拿起手机下载我们昆仑决的官方 APP 来关注我们更多的赛事信息，和我们的明星选手进行互动。第二局，我们第一局呢，看虽然这个里卡多出动作并不多啊，但是他这个双手抱头往前碾压这个劲道啊，是，而且拳也是有分量的。是的，你看这个时候尼古拉被逼到绳脚，对，要出来，要很快的，应该其实更应该更早的出来啊。是的。非常焦灼，对。尼古拉在第一局前半段的时候，其实自由发挥的比较自由一点，一直到后半段，包括到现在，里卡多碾压的这种进程更紧密了一些。漂亮，这可能也是第一局作为里卡多的一个战术的一个布局吧。上来之后呢，给你很多发挥的空间，但我只要做好防守。对，好，基辅好像有点效果，刚才一个转身后蹲，还有连续的基辅。这时候里卡多已经在步步后退了，明显的可能是中间距离这种双方贴近啊，对，还是有一些心理上有一些紧张。应该腹部也是确实有一点反应，只不过靠着自己本身啊，又是一次转身后蹲。如果他身体没有反应的话，他不会突然把截。按照里卡多的这种打法，从第一局到后面一直是往前压、往前逼近的。除非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在刚刚那一瞬间，可能在腹部受到重击，他的节奏突然降下来了。啊，现在应该是有缓过来啊。啊，尼古拉打的还是相当活。嗯。里卡多虽然往前压啊，也曾经有过这种把尼古拉压到这种绳脚啊，连续进攻啊，可能给尼古拉也造成过一些的这种影响。对。但是我们看，里卡多的这个进攻啊，似乎单调一些，拳法就是左右之拳，打头就是打头，击腹就是击腹，上下交叉变换的少一些。对，他主要是用自己的这个节奏跟距离去给对手形成首先气势上的压迫，其实他的攻击手段并不多。是的。相反尼古拉各种的技术体系用的更多一些。这个时候尼古拉，我觉得尼古拉只要是在里卡多拉近距离之后，漂亮，拉近距离之后谨慎防守，对，不要就是做一些心理上一些紧张的一些反应，这个时候我觉得看尼古拉还是输出比较多的。
其实还是要看谁真正给对手造成的这个影响，是吧？身体影响跟节奏影响更多。哇，里卡多是开始加强腿了吗？漂亮，里卡多摇摇头示意你刚刚那个高扫我没问题。就是里卡多靠近之后，尼古拉拳法动作如果出不来的话，往前推一下，里卡多再往前进一下，推一下再进一下。对，这种选手打是很心里很不舒服的。对，好像每一次进攻都对他没有效果的话，你的心理上都觉得这个人打不动。对，确实是。其实第二局里卡多有几次用到腿法，应该是有效的击到对手身上的，应该就两次到三次。然后我们注意看到，其实里卡多不太善于这种快脚步伐快节奏的出动作，他只适合像我们碾压到中间距离我来打，他不像跟尼古拉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尼古拉是我在步伐在任何的时候我都可以打出有效的，对啊，就是刚刚这个后蹬肯定是对他有影响。是的，就在那个后蹬之后，里卡多的节奏突然就降下来了一段时间。好，马上进入到我们最后的一局比赛，第三局的比赛。这场比赛谁获胜将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对阵我们率先晋级的吴雪松。将要跟吴雪松争夺16强的这个名额。对，第四张入场券啊。哇，漂亮。尼古拉我觉得好像体能没有受一点点影响。对，而且很聪明，他在绳脚边有的时候确实是觉得感觉到他受到碾压了，但是他能很快的转换过来，不会给这种里卡多长时间靠近自己的这种机会。嗯，对，其实里卡多就是一个打阵地战的一个选手，非常典型的阵地战选手。对，哦，顶膝。尼古拉要做一些变化，在做，因为你们看啊，他出的好多动作当中，其实对除了刚才那个后蹬腿对里卡多的这种影响啊，还是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对，杀伤力并不是很大。动作输出很多，但是我们看里卡多这种防守这种状况，他其实这种动作并没有打穿里卡多的防守。嗯，对。这个时候要找机会。他也可能是就是像很多的欧系或者荷兰式的这样的选手这样，他其实很多动作他是不发力的，但是只要你给他一个空当。是的，就是我通过不断这种击打，但是我并不是每一下都把这个赌注压在这每一拳每一腿上。对，但是这个我不断的去打你，不断的只要你露出空当。对，其实相同的这种技术日本选手用的也很多。只不过日本选手我觉得可能是更偏向一些这个距离啊，没有欧美选手拉那么近。对，确实是。而且日本选手在距离的移动上可能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对，现在进入到一个小高潮，双方这个拳法互拼啊。对，你看到尼古拉的鼻子好像也是有点出血。哇哇，尼古拉每一下都不是，里卡多每一下这个拳啊都卯足了力气。对，好，比赛进入这个互拼的这个最后一分钟啊，因为这也是我们观众非常愿意看到的这种场面。哇，高扫腿将将的划过，因为你只有拿到了只有拿到这场胜利你才有机会去拿入场券啊。是的，而且尼古拉的鼻子啊已经流血不止，但是呢还好不影响比赛，不影响比赛。对，我们刚才这个血已经溅到我们王老师这手臂上了。真是，我这手臂一凉啊。最后的20秒钟，这两个选手的这种体力啊，这确实是这个意志品质啊，在体能到拼到这个时候还可以做一些很丰富的一些技法。对，他们双方这个技术储备啊还是相当丰富。对，体能储备在他们的训练体系也很好。哇，刚才是互拼当中的一个前手摆拳，马上结束了，看看里卡多一个重击。哇，最后第三局最后这一分多钟的两个人真是拼尽了全力，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啊，我们干两个选手他现在还有用不完的劲儿啊，气势上啊，打完有一股意犹未尽的这种感觉，谁也不服。对，看一下两个人互拼拳啊，互有击中，对，上下全部都有反击啊，真是两个人把这个技术运用的都非常完整。我觉得双方就是在我们看来打得很痛快。对，几乎双方没有这种节奏上没有停顿，没有停顿，几乎从第一局到第三局的铃声结束。对，好，我们把最后的难题扔给裁判，我们看看最后的判罚结果。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结果如下：一号裁判 Judge Number One， 30-28 30-28；二号裁判 Judge Number Two， 29-28 29-28；三号裁判 Judge Number Three， 30-28 30-28；四号裁判 Judge Number Four， 29-28 29-28；五号裁判 Judge Number Five。29-28 29-28 and your winner by 比赛结果，红方胜的 red corner。